来，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啊，你看，从下面看始，这个就是啦啦啦啦啦在拍什么呢？拍镜子啊，拍镜子，镜子在干嘛呢？干嘛？看一下，镜子在敲锁匙啊！呀呀呀呀呀呀！这个是我们的厨房，厨房这个是谁呢？这三个人在研究，这个不是是微波炉还是烤炉？还是搞不懂，搞半天。微波炉。微波炉烤红薯，第一次加班。来了，我们看一下红薯，这白薯吧。红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阿勇的新菜式，不知道是什么鸡腿。看一下，镜照，哎，很赞吧？来来来，阿勇大厨，来看一下，哎呀，来，赞不得，赞不得，赞不得。是的。没办法。你笑什么呢？来，那个陈露露在干嘛呢？哎，我觉得鸡好像好了。躲进去吧，你躲进去吧。你可以躲进去。有没有刀啊？有没有刀啊？这个啊，这个确实一天到晚用洗洁精在洗手，不知道在洗什么。哎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Bubble吃他的晚餐。没有。狂吃，狂吃，别吃那么多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巴比克炉，这个是很好很好。来转一下地方，哎，巴比克炉，然后我们的房子，天室外，然后啊，这个灯不知道干嘛的。海边啊，我们可以无敌海景，你看，虽然不是很大，还不错。然后我们的阳台。阳台，我们今晚上可以在 barbecue。再看，现在差不多五点到六点钟了，大太阳的。嘿，看一下里面。你们拍这边吗？哦，你是有水客这一边吗？嘿，嘿，来吧。哇 ，Hiki 还不忘带着三国杀，还有 chips， 去吧，这个炉镜子，咦、哎。